刚刚有聊什么吗？而且聊蛮久的耶。东南西北聊。气氛怎么样？很好啊，很好。我讲东南西北，你们应该相信，因为我们在看世界地图，在讲很多事情。院长有聊选举的事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之前不是说要找他情谊？啊，情谊也不一定情谊这个选举的事啊。我们很多谈，像核能发电的事啊，或者是两岸的事啊，还有谈自由贸易的事啊，还有就是整个地球的事啊，大概就这样子。那总统有跟你说什么吗？没有，我们反正聊得很愉快。院长怎么会想安排今天第二次过来？以前我不是讲过要来向他请益一下吗？那你像世界性的事情，当然我们谈到就是向他请益，经济的问题我们聊一下也是一样的，等同向他请益。党内的事有聊到吗？没有没有，党内的事都没聊到。那目前你怎么看？就是韩国瑜今天还回应说，就是表态选总统是什么老鼠偷拖鞋，大的在后头。你觉得谁是大的？我不知道哎，你要去请教他。